歡迎翻嚟發達廣場嘅時間㗎。咁家庭觀眾咧，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都可以隨時打電話嚟俾我哋，電話就係2804-6566，又或者 send 電郵俾我哋噶。坐我身邊嘅嘉賓啦，就係耀財證券嘅分析員黃偉豪 Wafi 你好。你好。Wafi 先睇睇大市表現啦。咁見到咧，恆指升緊351點㗎，升1.79%，去到20030點。期指方面升緊219點，低水17點㗎，去到20018點。國企指數升233點，去到10919點，升咗2.18%嘅。成交額方面啦，嚟到2點鐘嘅時間都係得365億嘅啫。咁見到今日個市咧升咧又好似升唔起咁，成交又偏淡啊。咁就見到內地咧公布咗啦10月份嘅 CPI 數字咧就喺5.5%啦。咁其實見到成交又唔配合啦，後市嚟講升唔升得起咧？係啦，初步睇翻嘅話咧，的確今日咧就見到即係雖然你話即係外圍方面，今朝早講過嘅皮特利總理都叫做宣布落台，或者短線嚟講啦，以歐債問題或者意大利問題，甚至希臘方面咧，都好似初步有少少嘅一個緩和跡象。咁當然幾隻加加埋埋嘅，已經令到今日嚟講個市咧原本裂口高開㗎啦。咁再加埋講咧，即係叫做出完 CPI 之後啦，整體嚟講成個數5.5%啦，即係都叫符合翻預期。咁啊幾隻加加埋埋都叫稍微向好嘅時候咧，都係正面嘅時候啦，令到市咧都的確係即係有。個升勢喺度嘅，咁但係好明顯見到啦，頭先力哥亦都講到嘅，就係成交方面啦。到呢刻為止啦，雖然啊出完嗰啲咁嘅即係通脹數據，咁但係到咁樣睇翻啦，都未見到市民啊或者投資者嚟講咧有個好大入市意欲，令到個成交啦係叫上翻嚟。咁所以如果啦，即係現階段點樣睇，或者對嚟緊後市點樣睇的話啦，咁我覺得啦，始終你話即係現階段係咪叫好差咧？咁其實之前不斷強調㗎啦，咁初步睇又唔算非常之差，咁但係某程度上叫做啦好似有少少升唔起嘅意味。咁問題就係因為大家入市意欲都唔夠，或者成交唔夠啊。咁再加埋講啦，現階段。的確個位置上面咧，係啱啱喺20000點啲水位度拉鋸緊，咁我覺得叫真正企穩未咧，或者叫突破未咧，呢刻都叫未知數。某程度上我都覺得喺呢啲位置咧，應該短時間裏邊咧，呢幾日都有機會喺度即係反覆覆嘅。咁啊，儘量都係等埋啦。外圍方面叫做有多啲消息跟進翻啦，或者你話即係嚟緊呢兩日再內地啲數據再出埋嘅時候咧，先至有翻真正嘅方向。咁但係都係嗰點啦，始終一樣嘅啫。成個圖現階段咧嘅變化咧，就的確唔係好大噶啦。某程度都係睇嗰2點嘅啫。當然下望嘅一定都唔好話穿翻50天線，大概19000點啦，你都會見到19000點咧，其實都喺呢度橫即係到50天線啦，都係橫行咗，即係都幾耐時間噶啦。咁所以現階段呢個支持咧，相信都會幾大嘅。咁某程度上你話下望喺呢喺19000點呢個位置，咁上望有咩位置左右啦？咁的確不斷都強調噶啦。如果你即係之後咧有時間或者有條件地咧，可以挑戰到即係27號個高位咧，大概20300點呢嘅時候咧，其實後市應該可以直指21000。咁但係現階段嚟講咧，的確好似跨住咗兩個中間位左右啦。咁某程度上你話即係嚟緊係點樣突破咧，都的確唔能夠完全肯定住。咁但係我仍然都會咁樣睇翻啦，稍稍咧都偏向樂觀少。我會覺得向上嘅機會咧，而家嚟講咧係稍稍大過向下嘅機會，但係問題就係等緊大家幾時叫做肯入翻市，翻個即係入市嘅動力，令個成交大翻咁樣咯。係啊，另外睇埋內地嘅股市啦，都見到普遍係靠穩㗎。上證綜合指數升緊5點，去到2508點；滬深300指數升3點，去到2730點；深證成指方面跌緊3點啦，暫時咧而家最新都係升唔夠1點㗎啦，去到10541點㗎。見到內地嘅市咧今日都幾悶下㗎。咁其實會唔會見到咧？其實大家見到雖然內地的通脹數字 CPI 數字下降到5.5%，另外看到 PPI 的數字更加下跌到5%，預示未來的 CPI 指數會繼續下跌，但係暫時就冇一個沖起作用，反而看到股市嚟講缺乏方向，原因在哪裡？係啦，的確嚟講啦，你話睇 CPI 或者 PPI， 全部都叫做一個叫符合預期，一個更加係叫低過預期添。咁啊，都預示咗啦，即係 PPI 始終去到5%嘅時候，都能夠預示翻嚟緊，真係啦，嗰幾個月嘅話，通脹都應該繼續有所回落嘅。咁但係你話點解出完嚟之後都冇預期翻咁好嘅氣氛，令到內地股市又好或者港股都好啦，繼續推上去啦，或者大家嚟講咧，即係嗰個悶嘅氣氛有改變啦。咁我會咁樣睇翻啦。雖然你話頭先都講到嘅出嘅數據係為之好，或者都叫正面，咁但係某程度上內地都會睇到呢一點啦，係就係、是。好啦，或者都預期翻，大家都有呢個預期係回落㗎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到而家為止咧，都未見到真正有個即係叫完全放寬嘅意味喺度啊。某程度上都會都會覺得嚟緊都依然係好似之前咁講嘅啫，即係適當微調，或者都係咧即係一啲間接性嘅調整。某程度上都會令到另一邊咧都係一定啦，以穩定物價為主，甚至溫總方面都不斷強調呢一點㗎啦。咁所以某程度上都會令到大家啦，可能覺得係就係通脹有所回落。咁但係回落得嚟咧，都未見到真係有個完全放寬嘅現象嘅時候啦，都暫時咧為止咧，都令到
內地股市咧都有少少缺乏方向嘅意味。咁我翻嚟講啦，始終大家睇嘅，雖然今日呢個數字比較重要啲，咁但係實際上嚟緊呢幾日咧都仲有其他數據都係重要嘅。我就頭先都今朝早都講過嘅，譬如你話即係一啲叫做總出口貿易嘅數據，或者順差貿易差呢啲數據，我常常都會睇到呢個順差能唔能夠有個繼續擴闊現象，定係真係有個即係收窄現象出現翻？如果你即係收窄嘅時候咧，咁當然你話左右掣肘之下啦，令到內地股市咧繼續缺乏方向咧，都係一個正常嘅一個即係叫現象喺度。咁所以呢個位置咧，對內地股市睇法，但係亦都其實同港股睇法都叫相類似嘅，未至於睇得太過負面。咁但係問題就係上升動力咧，現階段都稍稍缺乏。問題就係大家入市慾咧，都係叫唔係好有信心入市啊，都係驚緊咧，究竟內地咧係咪真係唔放寬，定係仍然都係以間接去到即係做呢啲適當嘅微調為主？如果你即日都未有真正大動作放寬，或者係即係繼續出嚟講啲言論啦，令到大家市場氣氛繼續樂觀嘅時候咧，都幾難令到內地股市咧係有個上升動力。咁我覺得現階段睇翻啦，初步都會覺得內地股市咧依然喺現階段呢啲水位咧即係反覆去到靠穩為主。等嘅就係等緊頭先所講嘅因素，當有好因素嘅時候咧，就會繼續向上升啦。如果即係當反反覆覆落翻嚟啦，出嚟嘅時候咧，又再話即係有個重緊政策，或者又再唔係好變嘅時候咧，咁都會覺得咧內地股市可能都會稍稍咧再借勢有個少少調整咁樣咯。好啊，唔該曬。咁另外啦，見到咧今日啦本港股市方面啦，成個板塊做得最好嘅就係內銀股啦，內銀股都帶領大市上升噶。咁不如啦，睇睇啦內銀股啦今日嘅表現又係點啦。咁就見到咧，建行方面咧，暫時升緊超過2%嘅，升1.3去到5.75；工行升超過3%，升1.6報5.17；中行啦升超過2%嘅，升7仙報2.81；農行方面升接近2%，升7仙去到3.67。交行方面升超過3%嘅，升2.1報5.92；招行方面升5.8報16.6；信行升1.3去到4.56；民行升2.2嘅，升超過3%去到6.75；重慶農村銀行升緊5仙去到3.89嘅。咁就見到咧，今日成個板塊嚟講咧，走勢都係向上嘅。咁最主要咧，大家都憧憬通脹回落啦。大家都講到啦，中央方面咧就會咧有一個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嘅行動嘅。咁見到內銀股繼續升上嚟，好多投資者呢個時間都入市短炒嘅，再直播嘅空間又大唔大咧？係啦，如果你即係講到成個內銀板塊，究竟即係所謂頭先亦都帶到嘅憧憬，嚟緊仲可以支持成個股價繼續向上，或者仲值唔值大家去短炒嘅話啦？咁其實之前都不斷講到啦，內銀股嚟講，我覺得而家嘅佈局策略咧，真係就算係嘅，都係個短炒為主會好啲。某程度上捕捉嘅可能捕捉，好似正正今日打個比喻就今日為例啦，憧憬呢一下有少少嘅一個放水意味或者放寬意味嘅時候，令到呢一個類板塊向上升，咁可能短炒一陣。咁但係我覺得呢啲消息咧，或者呢一即係咁樣嘅板塊咧，依刻為止。唔好話太中長線，因為到呢一位置真正啦，都未有真係放鬆嘅意味喺度。所謂嘅全部都係叫憧憬，或者大家都係預示緊，知道即係通脹有所回落啦，或者都會覺得內地真係有適當地咧會放寬翻啲即係流動性喺度。咁但係問題就係係咪正如大家憧憬所謂嘅放寬，即係減低翻存款準備金率咧？到呢一刻都未知，甚至我自己覺得啦，這個可能性咧而家睇唔係話太過大，因為其實今朝都講過嘅呢啲咁樣一下子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咧，動作過大有少少叫做咁。我常常我覺得中央唔會話咁急於咧一下子就做。啲咁大動作咧，佢增加翻個流動性，某程度上都會做嘅啦。只係其他間接少少嘅動作，適當地咧逐步到即係調整翻，因為都會驚緊一下子咧不斷講嘅就係啦，一下子一放寬嘅時候咧，令到市場流動性一下子增大嘅時候，如果當一放寬埋嘅時候，慢慢如果通脹又翻上嚟嘅時候咧，咁究竟佢可以做啲乜咧？其實呢個位置咧，後果係點咧，或者效果係點咧，都唔係話太過100%可以肯定得到。咁所以都會覺得喺始終都要隱憂之下啦，係就係會繼續放寬，因為始終都要刺激翻個經濟動力。咁但係某程度上，我覺得放寬嘅動作咧，唔會話現階段嚟講咧，唔會話咁大動作住，會嘅只係一少少嘅調整。咁所以我不斷建議大家啦，就係內銀股咧，而家嚟講咧，都係短線炒作，捕捉呢啲咁嘅即係消息層面嘅炒作。反而中長線咧，呢一都係唔敢話太過正面住，因為頭先都講到嘅，未有太大動作去到即係放寬住。再加埋嚟講，之前都不斷強調嘅，有機會嚟緊嘅業績啦，或者呢季或者下年下季初嘅一啲季度業績嚟講咧，都會見到慢慢咧個不良嗰個貸款比率咧，其實係會即係嚴重得幾厲害嘅。咁呢方面大家都唔可以忽視個隱憂，或者都會唔可以完全覺得之前嗰幾日跌咧已經叫反映得曬，咁所以都會覺得暫時咧為止真係啦，都再三強調嘅，以一個短炒角度會好啲，捕捉一下一兩下升勢，見好就去走咁樣咯。係啊，另外咧，穆迪嗰方面都講到啦，內地銀行整體嘅不良貸款同埋不良貸款率咧都會有上升嘅趨勢㗎，主要風險嘅領域啦，包括地方政府貸款、房地產相關嘅風險窗口啦，以及銀行對影子銀行體系嘅風險窗口㗎，而舒緩風險嘅因素啦，包括強勁嘅
經濟增長，按照國際標準衡量資本較為充足以及流動性充裕，令到市場對銀行體系有堅定的信心。這一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下一節回來再見。